什么是生活的意义？我说过了谎言，蝇营狗苟和世俗的丑陋。我好空间开始向往那些离我们远去的年代。黄总，您的快递。孩子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爷爷奶奶把代表我们爱的珍珠送给你，希望你不要忘记真实的美和真正的爱。这颗珍珠对于爷爷和奶奶有着特殊的意义。看我的神器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还是觉得知青小黄比较好看。他叫什么呀？北京来的，叫黄建国。各位同志，请你们抓紧时间，大会马上开始了。安静一下，上面请马主任说话。我听说有些人在搞小资情调，天天打扮的花枝招展，戴红头巾，还拿珍珠粉抹脸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在场的大家，谁愿意检举，谁检举，谁就是好群众。我揭发，我揭发陆一曼把珍珠磨成粉抹在脸上。好，陈国生，我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，如果到现在你们都还在保护这种小资作风，说明你的思想也是有问题的。我检举揭发，他用珍珠粉擦脸擦脖子，他这就是小资作风，应当受到教育和批评。搜他的口袋。站起来，你别动。没有，问他认不认错。我没有错。你每天都给他认错，怪不得你脸红。马主任，我有话说。各位同志，我觉得呀，珍珠首饰才是小资遗毒，伊曼同志完全是在粉碎小资情调了。粉碎了为什么还要涂在脸上？对呀，是啊。王美兰同志，我记得上一次看到你往指甲上面涂花红，你是在为党的生日准备鲜花，不小心粘到指甲上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所以我们都是好同志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打倒走资派。打倒走资派。给你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啊，我刚刚在会场捡的。这就是我爷爷和奶奶的故事，他们的爱情就像珍珠一样，为美而生。爱美在任何年代都没有错，美是跨越年代的永恒，美是照亮人心和前路的明灯。女人就是为美而生。黄总，同理集团的于总到了。黄总，最近忙什么呢？你有事吗？
别碰我琴。至于吗？不就是一把破吉他。黄总，咱们这次的合作项目能成吧？只要能成，我什么都能答应你。我会考虑的，没什么事就先请回吧。其实我们家和珍珠的缘分可不仅仅只是爷爷和奶奶的爱情。西方不是没人吗？怎么来个女的呀？隔壁张叔回来了，这不他家老房子吗？哦，哎，那这姑娘是张叔女儿吧？是啊，刚好也在北京读书。叫什么名啊？珍珠。珍珠。妈，我们准备招个主唱，今儿面试。去哪儿？咱家院。谁呀、啊？啊，真白！时间差不多了，稍微准备一下。Welcome to the hotel, guys. 哎哎哎，不玩！这都什么玩意儿啊？你们好，我也想试一下。唱一首吧，我们听听。我独自走在你身旁，你没有。小姑娘，在家写作业。我哪里是不是唱的不太好啊？是你已经把这首歌的灵魂都唱没了。嘿，此歌词还挺强。小妹妹，你唱的不错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来找我学，不收学费。以后不要参加这种不三不四的活动，明白了吗？不用跟他一般见识。这是你买的吗？哥哥送我的，其实他也没那么坏。山野找不着乐团主唱，再继续做下去没什么意义。纺织厂编制下来了，我爸说了，你是铁饭碗。我们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主唱，再坚持一下。你都看见了，这丫没一个能拿得出手的，饭都吃不上了，怎么坚持啊？要不然，让我试试。您呀，您玩的那是高雅艺术，
我们玩的这是摇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你连条喇叭裤都没有，唱什么摇滚呢？那又怎样？摇滚不一定是你们想象的样子。你还记得他送你的花吗？还留着那冰雪原上。我们都是为美而生，仿佛有一种力量，让我们美出自己的模样。就算希望被阻挡，也要坚持着梦想。他们的爱情真的就像母亲的名字珍珠一样，美好中带着倔强的坚持。王母今天开会，看我好几眼了。哎呀，真太帅了！你看错了好吧？他刚刚明明一直盯着我看呢。哎，你看黄总，哇，他看我，妈，好帅啊！太帅了。今天的我们怎么好像活得完全没有了灵魂呢？这里是凌霄山脚下的一个小学，这里真的很美，可以看到城市里久违的蓝天。这里的空气是甜的，可以闻到淡淡的泥土和草的香味。这里的孩子真的很可爱，他们没有城里的孩子的娇气，每天要步行两三个小时上学，可他们从来不迟到。好朋友，正年少，正年少，尊长辈，尊长辈。同学们，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新的字，大家跟我一起念。美美美美，那你们觉得什么是美呢？豆豆你说。我觉得妈妈过年回家的时候最美。嗯，你说呢？我觉得老师的阳光特别美，我以后要把它画下来送给老师。真乖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陈老师最美，白白的皮肤，天上的头发，配不上的花裙子。小玲，你也很美。我不美。小玲，外表只是一部分，心灵美才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真棒，黄总。黄总。黄总，这份合同您签一下。你觉得什么才是美？啊？哦，没事。谁不喜欢美的东西？可是，美是什么？我曾经以为，精致的脸是美的，限量的包包是美的，但是现在我觉得天空中的云彩是美的，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美的，大山里的孩子们的笑容才是最美的。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？黄总，去云霄山的票给您订好了。好啊，谢谢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有事我打电话吧。当全世界都盯着为美而生的脸，也许你可以看到为美而生的心。我想要追随他的脚步，去看看那个我一直向往而不曾经历的世界。你还记得他送你的花吗？还留着那冰雪原沙吗？他说你本就是为美而生，本就该绽放珍珠光彩。我们都是为美而生，请别做梦。欧诗曼相信每个女人生来就是一颗珍珠，自然天成，蕴藏着自身独有的美。无论在什么年代，只要你心中有美，就能绽放如珍珠般光芒。匠心珍珠50年，为美而生。我是黄景瑜，期待与为美而生的你相遇。